我只不过是杀了一个该死的人。不管好人还是坏人，你吸人血就是破坏了约定。我一定要杀了小刚。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复仇？七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。站住！找到他们。这照片里边是你和你妹妹。你是小刚背后的主谋是吗？我想要你和你妹妹。昨天晚上面对死亡的那一刻，我还是害怕了。不过还是打败了那个大个子。他不属于我。他是属于你，只不过你还没有学会如何控制他。到底想要干嘛？我想帮你啊。你喜欢这小子。三天之后，他要么干枯而死，要么吸食人血。江帆，去月狼山找呼延宝宝，他能救何兰晨。谢谢你在拳馆救了我，谢谢你对小雪那么好。